六一二 ，six one two， 六一二 ，six one two， 六一二 ，six one two。十年以前，瞿云兄跟我再次讨论何为革命。当时我说，革命就是为了四万万同胞人人有行业，不提饥，不好寒。十年过去了，与我志同者相继牺牲，我从他乡漂泊重临，革命两字于我而言不可同日而语。今天再到何为革命，我会说，欲求文明之幸福，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，这痛苦就叫做革命。孙文要来了，兄弟们，干了这杯酒，诛杀昏贼，报效朝廷。四天之后，我们把命都拼了。好，不管牺牲多少人，我们都要坚持一个小时。这一个小时，就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希望。爹，女儿不孝。但活了十七年，就是在等这一个小时。不要，为民替的事儿，值吗？如果你明天肯去，我会告诉他，他的父亲叫沈仲阳。谢了。卖汤圆，卖汤圆，小孩们的汤圆圆又圆，一碗汤圆满又满，三碗钱要满一碗。汤圆汤圆卖汤圆，汤圆一样可以当茶。